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贤首大师的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六门列名第四门看起啊，四行四德，一者随缘妙用无方德，二者威仪住持有则德，三者如何制止舍身德，四者普待众生受苦德。这是说明修华严法门六门里面的第四门，前面三门是看破，后面三门呢是放下啊，这是总的原则呢，不外乎啊，看得破，放得下。为什么你能够放下？正是因为你看破了，你才肯真的放下。所以看破在前，放下在后。初学佛的人，是在讲我们现在真的是处于初学。初学从哪里学习呢？初学是先放下后看破。啊，你放不下你就看不破。啊，放下一分呢你就看破一分。放下十分呢你就看破十分。啊，然后你才会先真的搞清楚了，那个放下叫彻底放下。啊，所以华严不是普通的法。在中国佛教里面称它做一乘法。也称它做一佛乘。啊，佛经上有大乘小乘。啊，有三乘，菩萨、声闻、缘觉。啊，这是一乘法。啊，像《法华经》上所说的，唯有一乘法了，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啊，这就说明，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给我们教我们什么？教我们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才是真的啊，帮助你这一生证得阿罗汉，证得辟支佛，证得菩萨啊，这不是诸佛的本意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的根性太烈了，烦恼习气太重了，没有办法在这一生当中啊证得佛果啊，这就慢慢的提升啊，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么华严即是一乘，我们就知道它不是顿教
啊，它不是这个建教，它也不是顿教，它是圆教。啊，天台大师讲藏通别圆，它是圆教。贤首大师讲小时中顿圆。啊，所以华严是圆教。大师在这一篇文章里面第一句话就给我们讲满教难思啊，啊，说满教说圆宗啊，这把这个华严在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的这个地位就说出来了啊，它是究竟圆满的佛教，所以他的看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啊。我们昨天学习的行一体，其二用，事三变，这是看破啊。这看破什么？看破宇宙啊，看破人生啊。在顿教里面，禅宗，这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见性就成佛了。成佛还得要放下吗？要，还有要放下的。啊，要放下了50世纪来的妄想习气啊，那么这是没有任何方法的啊，完全的随顺自然啊。到这个境界，肯定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就像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那个千不是数字，是变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众生跟他有缘，现在在苦难当中啊，或者是有心求佛菩萨帮助，或者是无意啊，无意呢也有求，叫敏求啊，这是过去生中啊跟佛菩萨有殊胜的缘分啊，现在堕落在苦难当中，虽然没有求，跟菩萨的有缘的佛菩萨，他自自然然起感应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怎么应法？这个行四德呢，第一条就讲了，叫随缘妙用无方德。啊，缘是众生的，就是众生的感啊，众生感佛就有应，这个随就是应同时在变法界、虚空界不同的处所啊，注意记住，同时不同的处所，佛菩萨夜夜都起应化的作用，一个也不漏这是随缘。妙用是什么呢？用是起作用啊，或是现身，
何时说法？啊，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应化在印度，那随缘呐。啊，印度当时那些修行人，甚至还有一些学者专家，啊，我们现在说的，啊，印度学术界的，研究科学的，研究哲学的，啊，他们在过去生中与佛也有缘，所以佛也出现在世间呢，他们都变成佛的弟子。啊，弟子当中有出家弟子，有在家弟子，啊，都是与佛有缘。啊，佛示现灭度了，到今天已经2500多年了，啊，2500多年，这个是外国人讲的，啊，在我们中国典籍里面记载的。啊，我们大家一般呢还是常常提到啊，佛出现的出生的那一年，周昭王24年，灭度啊是周穆王53年。那照这个算法呢，啊，佛出生那一年到现在已经3000多年。啊，在中国跟现在这个说法的时候差不多相差600年。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这个不要紧。啊，不要在这上面呢去打妄想去操心。啊，为什么呢？你入佛境界之后啊，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啊，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用不着去讨论这个问题，啊，最重要的是佛怎样帮助我们忘尽还原，这个重要。那忘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忘啊！啊，那我们现在六道凡夫，我们想想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一样也不缺少啊，这个一切具足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执着造成的啊。你只要能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轮回就没有。啊，正是永嘉禅师在《正道歌》里面所说的。啊，他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六趣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迷的时候，昏迷的时候才会产生梦境，清醒过来了，梦境就没有。清醒是比喻觉悟，那这个迷惑是比喻的分别执着。我们堕落在这个深渊之中啊，生生世世出不去啊，纵然念佛也不能往生。这是我们讲真话了，啊，不能够欺骗大家，啊，为什么呢？你念了一辈子阿弥陀佛，最后不能往生，啊，你会怪责，叫法师骗我，说念佛可以往生，我念一辈子为什么不能往生？念佛是一种方法，啊，往生极乐是
极乐世界的一种方法，它这个里面有条件的啊，念到什么样的功夫才能往生啊？经典里面告诉我，最低限度你要念到功夫成片，那真的就往生了啊。什么叫功夫成片？给诸位说，功夫成片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呐、啊！啊，一心不乱，分上中下三品。上品叫理一心不乱，华严境界。啊，这样的功夫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那就功夫高啊！啊，他确确实实对于这个六门里面前三门呢，他真看破了，真的明白了啊！所以他能够放下身心世界啊，怎么个放下？对于身心。心就是念头，这个宇宙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是上上品的一心不乱啊。中品的起心动念有，这个放下非常难啊，但是分别执着放下了啊，生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啊，最低的程度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啊，但是很淡薄，很轻，不严重。这一句佛号呢，确实能够把它控制住，控制住不起现行啊，现行就是作用啊，能够到不起作用啊，比如说对五欲六尘不起贪心啊，贪并没有断啊，但是啊，这个佛号管用了。能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让贪心不起，遇到逆境了，嗔恚不起啊，愚痴不起，傲慢不起啊，这个烦恼都有，没有断根，它不起作用啊。这样的人呢，生凡圣同居土，这个我们自己啊要时时刻刻检点呢、啊，啊，遇到顺境，哎呀，很欢喜；啊，遇到不顺的境界呢，就觉得讨厌、厌烦，啊，厌恶。这个就是烦恼起现行，这不能往生啊！啊，所以几时念到？像印光大师给我们的开示，我看到你们到处都贴的有啊，二六时钟就是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念头都没有，这叫功夫成片啊，这个叫下品一心不乱，哎，也就是一心不乱最低的程度，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啊，佛菩萨、祖师大德决定不欺骗人啊！我们天天读经，
不能把经的意思给错解了。啊，错解了，吃亏不是经典，是我们自己。啊，那么尤其在现前这个阶段，啊，这个世界不好啊，灾难很多啊，人心不善啊，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环境很好，正好。为什么呢？逼迫着你啊，赶紧求生极乐世界，逼迫你不能不放下。啊，为什么呢？你要不放下，一个灾难来了，你到三途去了。啊，真正放下了，灾难来的时候，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就亲近阿弥陀佛了。这是变法界、虚空界所有六道众生求之不得的好事啊！所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这话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只要你看清楚了，你能够善于掌握、运用当前的这些四缘，你就会有成就。啊，那么这也是妙用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那个妙用是真的妙用，是圆满的妙用啊！何以说它是究竟圆满呢？它起作用，跟我们凡夫在形象上来说没有两样啊，实际上呢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身体起作用，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他们起作用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换一句话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妙啊，这是诸佛菩萨了应化在世间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随缘妙用无方德啊，释迦牟尼佛的世心，你看看啊，他世现八相成道，跟我们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啊，他也是父母生的，父母把他养大的啊，十九岁离开家庭出去求学啊，三十岁开悟了，就成道了啊，开悟之后一生从事于教学啊，身教、言教啊，还要加一个意教，身与意三业教化了啊。他有没有起心动念呢？没有，这就妙啊！我们会起心动念的啊。他有没有分别呢？没有。他有没有执着呢？也没有。就妙了啊！妙用是这指这个啊，妙用无方啊！啊，方是什么呢？方是方所，是方法啊！佛所示现没有方所
哪里有缘哪里实现。啊，佛教化众生没有方法，活的活活泼泼的。啊，就跟大夫啊为众生治病一样，大夫有没有方法呢？没有。啊，方法从哪里来的？方法从病人身上来的。你害的什么病？需要用什么药来治？啊，所以这个药方啊，是随着病人他害的病的处方的，绝对不是大夫先把处方处好了，啊，再给你治病，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一切众生的病不一样啊，个个不相同啊，啊，所以佛无有定法，为人也说。啊，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示现于人。啊，所以《普门品》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实际上诸佛菩萨在这个法界虚空界里面应现是无量无边的，不止三十二类。三十二不是数字啊，代表什么呢？代表圆满啊，这个意思啊。华严经里面多半用十代表圆满啊，诸位念弥陀经，弥陀经呢用七代表圆满啊，所以这些数目字决定不能当作数目字来看，那你就解错了。啊，华严经上佛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无碍啊，一多不二啊，啊，这个意思才是圆满的意思。啊，那么这个都是讲啊法身菩萨了啊，他才有妙用无方啊，我们读了之后应当要学啊，我们不没有圆满的妙用无方，我们要随分认真学习啊，那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工作之中，处事待人接物首先啊，真正去学习，放下对立啊，我在联合国多次和平会议里面向大家做报告啊，我们应当从这个地方学习啊，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没关系，然后他没学佛啊，他学佛也跟我对立也没关系，他不是真学啊，他是假的学佛，不是真学佛，真学佛一定从这儿下手啊，佛法修学最重要的关键不是别的，就是放下啊，看得破放不下没用，那是什么呢？那是佛学，那不是学佛啊，放得下看得破才真正叫学佛啊，关键在放下了
啊，你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小乘入门啊，小乘正须陀洹果初果，条件是什么？他把三界八十八品的见惑放下了啊，见惑是什么？执着里面的一分他放下，才能够证得出果啊！大乘《华严经》上所说的初性位的菩萨啊，华严是大乘，修学的级别，菩萨有51个位次。啊，这50个就好比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啊，他每一个阶段呢，都是有10个等级。啊，实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初性位小学1年级，你要是能入到小学1年级，你是真正的佛弟子啊，他断证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相同，也就是说38品见惑要放下了，你不放下的时候，你就到不了小学1年级。啊，那这88品见惑是什么呢？佛菩萨慈悲呀，为了便利教导初学，他把它归纳为5大类啊，就是5种。第一种呢，身界，这身体，你看我们都把这个身当作我看得很重啊。啊，佛告诉我们，身是假的，身不是我。啊，也就是说小乘初果大乘初信的菩萨已经把我放下了，这个功夫就不简单了。我一放下了，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你们念《金刚经》，《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啊，须陀洹就把这个4相放下了。如果4相没放下，释迦牟尼佛绝对不说他是正须陀洹果啊，说他正须陀洹果就是他这个放下了，他无我了。啊，这身见破了。第二条，边见破了，边见什么？对立。啊，边是两边的，啊，我跟人，这就对立了。啊，众生跟佛对立了。啊，现在科学家讲什么？相对。啊，相对是边界。啊，相对没有了。所以一定要知道，不能管别人的事情，要管自己。我自己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
不跟一切万物对立。我们跟佛对不对立了？不对立。跟菩萨也不对立。跟天人也不对立。跟鬼神也不对立。跟妖魔鬼怪也不对立。为什么？一体。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叫看破。是真看破了，才没有对立了。啊，没有对立，身心和谐。啊，第三、第四叫见取见，戒取见，这两种啊合起来，我们讲。成见啊，成见是什么呢？是自己的意思，强烈的执着啊，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啊。这两个是有因果关系，戒取见是因上的执着。见取见是果上的执着，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你执着是以为它真有啊，你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就会放下。所以这个标准还是挺高的呀，啊，不容易。啊，昨天刘富台在此地听讲，这是个学科学的。啊，讲完之后他告诉我，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这个宇宙现象呢不是真的。啊，是一种啊相思相虚相。啊，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接近佛法了。啊，在某一个角度上很接近。实际上呢，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佛法的究竟圆满。为什么？他们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放下啊，所以他们发现这种事实、这种现象，他得不到受用啊。佛法的修学不需要用任何。科学仪器啊，他用什么呢？用心灵，用禅定，用清净心去证得，所以他得受用啊。最后一个叫邪见，除了前面讲的四种啊错误见解之外，其他一切错误的见解就归纳的邪见。这个五种错误的见解统统放下了，这是大乘啊，初心菩萨。小乘须陀洹啊，都在放下了啊。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五种见惑放下了，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别诸位说，肯定往生。啊，生到哪一品？生到方便有余土，不在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里面带业，这五种东西都带着。没放下了，所以你在这个世间是凡人，到极乐世界也是凡人，叫
凡圣同居土。啊，可是带了这个这么东都东都，他怎么能去得了呢？这个要知道。啊，经上说的很多，祖师大德就说得更清楚。只带旧业，不带新业。你没学佛之前，你造作这些业可以，你能够带。现前造的不能带。啊，也就是告诉你，我昨天造的这个业可以带，今天造的不能带。那到了明天呢？那明天是明天又变成今天了，我今天造的业能带。哎，明天造的业就不能带了。啊，就是你可以带前一天以前的，当天的不能带。这样一算呢，就能算到你临命终时。你临命终那一天，你造的业就不能带，你就去不了。啊，临命终前一天造的业还可以带去，这个很重要。昨天造的是旧业，今天是新业。新业会产生障碍呀，旧业就可以带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善导大师讲的好啊，啊，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啊，到我们中国来实现，以祖师身份实现。啊，我们净宗十三祖里面有两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还有些我，身份没有铺路不知道，啊，善导的身份铺路了，啊，弥陀佛来的，还有永明延寿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善导是我们净宗第二祖，啊，真的佛菩萨常常来呀，不露身份，你不知道他。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可是你修呢，要如理如法。啊，不如理不如法了，你去不了。理是在经教上，你要通达明了。啊，法呢是在四相上、修行上，啊，你一定要达到最低的标准。啊，这是跟你讲断证。啊，怎么个断法？最初的最基本的断恶修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恶的标准是什么？是戒律。啊，在佛门里面最低的戒律啊，基本的标准，最低的标准，是善业道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佛门里头最低的标准，啊，这十条你有没有做到？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是佛家这个戒律的，就是善这个善恶的最低的标准。向上提升也是这个十条扩大而已啊，你看这小乘阿罗汉
三千为一。大乘菩萨们所修的八万细行啊，三千为一，八万细行都是以十善业道为基础扩充的啊，然后你再晓得十善业道是多么重要啊，是佛法修学的基本法，这个要做不到呢，你在佛法上决定没有成就，你还是凡夫啊！怎么修都是原地踏步，你没有向菩提道上跨进一步啊！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华藏这个道场，悟道法师这个道场啊，跟大众谈话的时候啊，我勉励大家要真干啊，今天佛法衰微到基础啊，谁的责任呢？我的责任，不能怪别人啊，你怪别责怪别人是错误。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自己认真反省，我有没有做到啊？出家佛弟子十善业有没有做到？沙弥略仪有没有做到？啊，出家了，提升了，标准提升了，提升到沙弥略仪。啊，在家呢，十善业道，啊，十善无戒，这在家的。啊，在家做不到十善无戒，假的，不是真的。出家做不到这个。沙弥律仪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在搞假的，佛法怎么能不衰呢？啊，所以这个责任呢，不在别人，在我们自己啊！学了这么多年，现在逐渐搞明白了，我们要搞真的了啊！不能再搞假的。再搞假的，前途是一片黑暗，肯定是地狱啊！所以古大德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啊，学佛学到最后都下地狱了。那我没做什么坏事，你破坏了佛教的形象，这个罪过就是阿鼻地狱。也是多么严重。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十善业做不到？为什么古人可以做到，我们做不到？啊，这个道理，古人呢，他有善根，他有修学的基础。我们没有啊，这个基础就是世尊在经上所讲的啊，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呢，非佛弟子。我们没有从小乘教学习啊，大乘一开头就是十善业，我们做不到啊。佛教传到中国，小乘很兴旺啊。小乘经典的翻译啊，在我们大藏经里面的四阿含
跟现在南传巴利文的藏经一对照啊，我没去对过，昌嘉大师告诉我啊，他说我们汉文这个阿含经啊，跟巴利文一比较啊，巴利文经典大概比我们多50几部，我们只少50几部，那就很完整了啊，小乘经差不多有2000-3000部啊，啊，它只比我们多50部，你说小乘经翻的都完备。啊，隋唐的时候，小乘有2个宗，啊，居士宗、陈氏宗，学佛都从小乘学起。啊，可是唐朝中叶以后，中国佛教就把小乘舍弃了，是不是违背佛的教诲呢？没有，中国人很聪明，用儒用道代替小乘，儒跟道是中国东西，内容呢不亚于小乘，所以用儒道代替，在这个1300年当中，高僧大德辈出啊，证明这个是有效的，没用错，可是到我们今天，这一个世纪，顶多我们只讲最近这个100年。我们把儒也丢掉了，小乘丢掉了，儒也丢掉了，道也丢掉了，所以十善业道怎么学也学不像。问题发生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现在我们把原因找到了，就应当赶快回头，我们还遵从古圣先贤，我们把儒的根找到，道的根找到，把基础垫好，学佛就不难，儒的根这是根本的根本，弟子规啊。道的根，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教育。儒的根呢，这弟子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十善业道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好像盖房子。儒的根是第一层。道的根是第二层。佛的根是第三层，上面才能够建高楼啊！于是我们对这个儒道两个根就非常重视，没有儒跟道这两个根呢，十善业道你做不到。有这两个根，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是善恶的标准嘛，我们如果把用这个上中下三品来看，十善业道上品，上品善上善，太上感应篇中善，弟子规是下善，要从下善扎根，你才会有上面。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三个根疏忽了，不去学它了，
我们学佛就没根。啊，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没我们的份呐。啊，我们怎么能往生？哪有这种道理？啊，真正念佛往生的人，你细心去观察。啊，这个人在生前心地善良，啊，言行善良，啊，他相应啊。啊，这是我们说某人呢善根深厚。才会有这个成就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要佛学佛菩萨的随缘妙用。我们今天妙用就是守规矩啊，下面这一条就讲到这一点啊。第二条，为以住持有则的啊，为以是行住坐卧得有个规矩，有个样子。啊，住就是不离。啊，唯一就是戒律。啊，要真正守住啊。持是保持。啊，不能把它丢掉啊。则是原则。啊，就是规矩。诸佛菩萨啊，他在世间表演给我们看。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日常生活讲经教学，待人接物啊，你把它记录下来，一条一条记录下来，就是戒律，就是威仪啊。他也没学过，为什么做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啊，他老人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的形象从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那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叫信德了啊。这四种德是自信信啊，自然流露出来。啊，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啊，信德变成了恶业。啊，智慧变成了烦恼。向好变成了现在的三途六道。这原因是什么？迷失了自信啊。啊，所以把信德呢通通扭曲了。啊，怎么迷失的？佛讲的非常清楚，就是你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坏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信德就现前，你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不能不遵守啊，古圣先贤
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德行，用它来作为我们修行的标准，那就对了，一点错误都没有了。所以戒律不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啊，这个要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制定戒律，那他不就有分别执着了吗？不就有起心动念了？那就不是妙用了。那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一点要知道。完全是自性流露，是称性的大德，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典我们能体会的很有限，我们学十善业道经也只学了这十条啊，哪里知道随着菩萨位次的上升，那个十善呢越来越微细，到了化身菩萨，性德完全显现的时候，居然有84000细线，这个我们凡人看到不可思议啊！可是真的啊，84000。一条不漏，那是什么？那是圆满的十善呐！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佛像，特别是画的佛像，佛的头上都有个圆光。圆光上面有三个字，多半是梵文写的，也有用汉文写的，或者是西藏文写的，我都看见过。这三个字叫嗡阿吽，这是心得，是什么呢？就是十善业。嗡是身意，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阿是口业，不妄语，不良舌，不绮语，不恶口。后面哄是意业，不贪，不嗔，不痴。这说明什么？成佛了，十善圆满。十善圆满，诸位想想，是不是84000细行的？不止，84000细行太少了。84000细行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初度菩萨实现的，越往上面去了。没有数量无量无边的，无有穷尽的细心这是信得了圆满的流露尤其是我们这种想象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根据前面所想的三遍，畜生无尽。
含容恐有啊！啊，周边法界啊，这个才是对的、正确的啊！哪里有数量可以说呢？啊，心得没有数量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诸佛菩萨啊，示现在十法界。啊，我们现在迷失自信，想把自信找回来，那你就得要向佛菩萨学习。啊，他所示现的就是他所教我们的，我们要真干了。在华严经上，佛给我们讲到，菩萨有三重障啊，菩萨不能向上提升境界啊。这三重障一说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啊。啊，那你有高度的警觉啊？为什么？今天我们学佛，听了，听得听懂了，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做不到。境界一现前呢，烦恼习气马上就露出来了。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这里就是三重障。啊，三重障里头第一个，傲慢。啊，你说你有没有傲慢？如果是你傲慢没有了，至少你成阿罗汉了。啊，阿罗汉没有傲慢，还有傲慢的习气，到辟支佛，傲慢的习气就没有了。啊，傲慢从几时有的呢？迷失自信那一天。傲慢就起来了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迷了自信，自信变成阿赖耶，几乎是同时啊，阿赖耶的业相立刻就变成了转向，转向就是见分啊，见分就是摩那识啊，摩那呢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四大烦恼里面有傲慢，这就是说明，这个傲慢是愚世，是这个俱生的烦恼，不是你学到的。迷失自信那个时候，它就生起来。我见，我爱，我痴，我慢，四大烦恼。啊，为什么会有这四大烦恼呢？你有了分别执着啊，所以立刻境界相现前啊，境界相是什么呢？宇宙现前，我现前啊，这个时间之短，你没办法想象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多长呢？一弹指啊，我们算秒好了啊，是一秒钟的1280兆分之一。
这么短的时间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生灭同时，不生不灭。为什么呢？那是有生灭，你没有办法觉察到它有生灭现象，你就察不到。啊，这个我们得承认呐，有傲慢呐。为什么不能接受身教？这就是傲慢。啊，天天在读经，天天在学佛，就是这个傲慢挡住了，入不进去。就你所学到的经教，理你没有悟入，事你没有落实，这重障啊！啊，第二个重障呢，嫉妒，不能容忍。别人比我好一点，心里就难过啊，一定要超过别人。第三个是贪欲，这三重障，你有这三样东西，菩提道上就非常困难了啊！要想提升，谈何容易啊！放下业障啊！要从这里方法放弃啊，越是严重的要先放啊，那个其比这个其次的就要容易放了，跟治病一样啊，这最严重的要命的先治啊，然后小病呢再慢慢修养啊。我们要消除业障呢，首先要把这个三种重障把它消除啊！菩提道上才能够向前迈进啊！这三种障碍只要有一种啊，无论你怎么用功，怎么样勤奋修学，你想进一步就非常非常困难。这些纲目到后面呢都会要细讲啊，每一条我们都要细讲啊。在这一条里头，也就是在这些年来我们常常提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一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啊，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的行为啊，都要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样子，不能做坏样子啊。做坏的样子，国报在三途啊；做好样子，国报在人天啊。啊，人天是善人，不是恶人。啊，从人天才能这个基础上才能够修成佛菩萨。啊，那么第三，如何制止摄生的？啊，这是讲是摄受众生，太重要。啊，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人与自然环境的往来，人与天地鬼神的往来啊，我们生活在法界啊，佛家讲法界，我们一般人讲宇宙。就不能够脱离这些关系啊，人事关系。
跟一切万物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实在讲，前面我们学过了，是一体。那用什么心态来跟大家相处呢？你看，第一个柔和，我们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和为贵也。跟什么样的人都要和睦相处。至直就是平等对待。上跟诸佛菩萨，下跟三途众生，在物质环境，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在扩展到太空，与一切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都是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有差等就不是平等对待了。有分别，平等也没有了。不平等里面就没有和睦。所以我们中国人称和平。这个有道理啊。和是从古上讲的。我们中国人跟佛法里面都是先讲果后讲因。因是什么？因是平。你要想真正做到和睦，那你一定得平等。不平等里面没有和睦。这摄受众生是法界。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刹土，这些刹土里面大多数都有十法界，那么摄受众生，这是对化身菩萨讲的。佛对于我们来讲，对我们凡夫教导我们初学，摄受众生是吧？四种方法叫四摄法，摄受众生，这对菩萨讲的，这成性啊！四摄法不成性，但是从性德里头生出来。四摄法里面是布施、爱语、力行同四。用四摄法来说呢，对我们很有受用。这个实在呢是太高了。四摄法是表面，这是里子，里面的。你就晓得菩萨示现在世间那个四摄法做得多圆满呐！为什么？它里面如何之知。我们凡夫虽然学着做，总没有菩萨那么圆满，道理就知道了。布施，这个四摄法
总的来说就是关怀啊，对于一切众生只用真诚心去关怀照顾啊。布施跟六度里头的布施意思不一样，六度布施是把烦恼习气放下，这个地方不是啊，这个地方布施就是我常常讲的啊，请客送礼，礼多人不怪呀、啊。啊，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啊，首先要懂得啊，送礼啊，请客，跟特别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建立友好关系，啊，人与人之间最小的用在家庭，啊，夫妻你要用这一用，懂得用四摄法，夫妻好合，百年偕老啊！啊，决定不会有变故。啊，夫妻彼此关怀，啊，常常送一些小礼物，啊，1999年，2000年，我住在新加坡，啊，团结新加坡9个不同的宗教。啊，做得很成功，什么方法呢？就是这个四摄法。啊，爱语不是甜言蜜语，是真正关怀他、爱护他的言语。啊，那真正关怀爱护的是什么呢？啊，在今天来讲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这是三教圣贤对我们的爱语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帮助别人啊，力行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别人，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啊，而不是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好像眼前得到一点小便宜，所以很多人呢，他做啊，啊，没有诚意利益别人啊，啊，可是到最后，啊，这种心态，将来堕地狱，到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啊，现在如果起心动念是真诚心利益社会、利益众生。以这个功德回向念佛是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做菩萨去了。这个里头的利益真叫做天渊之别，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利人才是真正利己啊，利己是真正在害自己啊，名闻利养害死人了，沾不得了啊，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舍得那么干净？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他就是对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如何知之的舍身德表现出来的啊，啊，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不能够不懂，不能不认真努力的去学习啊，同事这个很难讲啊。大彻大悟的菩萨叫化身大士，他的视线是给一切众生同时，我们凡夫做不到啊。我们要学了这一条，那不堕三途才怪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同事，没觉悟的人，我们要学着跟佛同事，跟菩萨同事啊。佛菩萨做些什么，我们也照样去模仿，这就对了啊。这个就一点过失都没有了啊。那佛菩萨做的什么事情？佛菩萨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放下了啊，全心全力在帮助一切众生利苦得乐，目标啊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失自信来的。迷失自信之后，他就不知道行善了，他做恶啊。佛菩萨教导我们，首先教我们断恶修善啊。哪些是恶呢？食物，那十善业道的食物，那个要断。十善呢要修啊，断恶修善，用十善做个标准，你就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你能够啊，与经教里面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相应啊，经上讲的善男子就是你，讲的善女人啊就是他啊，他做到了啊，不堕三途啊。这是佛帮助人呢，叫利苦得乐。三途太苦了啊，把你从三途救到人天啊，你来生在人天的果报比这一生一定更殊胜。往上再提升呢，帮助你破迷开悟啊，从人天道进入到佛菩萨道啊，佛道菩萨道，往这里去了啊，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你得到的是永恒之路啊。佛菩萨在世间干这种事啊，啊，多半用什么身份呢？用老师的身份啊，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啊，也有用其他的身份。我们的观察不明显啊，实际上
菩萨无处不现身，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就像《华严经》幕后五十三参所显示的。啊，五十三参是五十三类，啊，真的是我们所说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五十三参里面出家的只有五个人，其余全是在家的。啊，那些人呢？那些人通通都是诸佛再来的，应化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啊，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介绍给广大的群众。学习华语最为契机，为什么呢？现在这个世界是开放的，啊，是自由的，是平等的，华严经符合，啊，开放、自由、平等，啊，一般人欢喜学习，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你在华严经上都找得到，啊，找到你同行的，啊，你看他在那个行业里怎样做佛，怎样做菩萨，啊，你不都学会了？啊，这都是心得自然的。最后这一条，普代众生受苦的，啊，这一条是什么？四弘誓愿里面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这是诸佛如来在因地上发的大愿。四弘誓愿，现在成了佛了，自自然然就兑现了。啊，佛没有忘人。啊，普代众生受苦，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这妙用，所以记住，这四个是一而四，四而一。啊，这一条里面包括前面三条。每一条都包括其他的三条，所以一界是多，多界是一，这妙啊！啊，众生，设法界里面全是众生，佛经上也称为凡夫，啊，设法界都是凡夫，为什么呢？没见性，啊，在大乘教里头，见性才成为圣人，没有见性的都是凡夫，啊，所以称六道叫内凡，六道之内的叫内凡，四圣法界是六道之外的叫外凡。那么四圣法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释迦牟尼佛有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是什么？给诸位说，就是华藏世界。
毗卢遮那法身呐、啊，卢舍那报身呐、啊，释迦牟尼应化身啊，在十法界里头实现的应化身，三身是一身。这在华严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怎么能带众生受苦啊？这就是诸佛菩萨不仅仅是对这一个娑婆世界啊，那你就完全想错了啊！到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法界就通了，没有障碍了啊！遍法界虚空界，一法界。啊，这个法界没有大小，称心自信没大小啊，念念行行都是普州法界啊，前面三遍里头第一条所说的啊，这个遍法界虚空界里头确确实实有不少众生迷失了自信啊，一迷就把自信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途啊，这就受苦了啊。这些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与这些众生，就十法界众生，自自然然起感应道交。啊，佛来了，啊，佛来帮助他了，不定现什么身，啊，像三十二应一样，啊，到底现的什么身呢？那是众生的感。因为佛他没有念头，他没有起心动念啊，众生想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啊，众生需要什么法他自然就说什么法，所以现身说法都没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执着，所以叫妙用啊啊，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起作用啊，一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人家起作用啊，不没有起心，没有分别执着，真妙啊！现的身是不是从极乐世界、从华藏世界到这来的呢？这个我们在讲习里面曾经学过啊，为什么分别执着放下了，时间空间就没有了啊，空间没有了就是没有距离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心前啊，华藏世界在哪里？也在心前，当下即是啊！啊，这又是个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有这个念头，或者是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念头是敏感，有这个念头是显感。显感有显应，有明应；敏感有明应，有显应。
四种感应呢、都是在现前的，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此界，没有他方。我们感觉当中有此界他方，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我们迷失了自信，产生错误的主观。事实真相通达明了之后，这些错误的现象呢，全都没有了。所以能够示现普代众生受苦的。代众生受苦，他自己有没有受苦？自己没有。为什么呢？自己苦乐没有了，不但苦乐没有了，染净也没有了。他自己常住在一真法界，随类现身，得大自在啊！晓得这些好处，你才真正发心，希望早一天真的佛果。这好处太多了，说不尽的。现在舍不得离开眼前这个五欲六尘，是你迷惑的太严重了。在佛的说法是，你太可怜了。可怜明者，怎么迷成这个样子？因为你所迷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假的。真的，真的你完全不知道。不但你没见到，你听说不相信。你怀疑，你认为这个假的是真的。这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到的可怜悯者。我们这一生算是非常幸运，得人生闻到佛法，闻到佛法当中无比殊胜的大放光佛法音，这太难了。华严跟净土是一不是二。我在新加坡，大福同学们一个提问，他们问我，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有没有差别？这问得好啊！我的回答呢，我说华藏世界就好像新加坡这个城市，这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呢，就好比乌节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路叫乌节路。这他听懂了。极乐跟华藏是一不是二啊。极乐是华藏的精华，是华藏最好的一个部分。所以文殊普贤率领41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去拜阿弥陀佛，你是多殊胜啊！所以古无大德这个人
乾隆年间的彭济清居士啊，这是我们佛门的大德，他没出家，在家学佛啊，通宗通教，邪密圆融，是在家的大菩萨了啊。他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那反过来说，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他说的很有道理。啊，我有理由相信，魏默生居士，这是清朝咸丰年间的人，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我们印度对他有批评，啊，魏默生居士就把《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最后的一卷，啊，四十华严最后一卷抽出来，附在净土三经的后面，号称为净土四经。我相信他这个做法呢，是受彭济清居士的影响，有道理啊！你看，在末后一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所以称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呢，是有理由的。华严经到最后啊，入无量寿啊，归于无量寿啊，啊，那么到印光大师，这民国初年啊，印光大师把楞严经里面大师智圆通章择出来，放在净土四经的后面，称为净土五经。这个净土五经的来源我们要知道，这就圆满了啊，再就没有净土六经了，没有了，达到圆满了啊。印祖这一招对我的启示很大，因为我们过去啊，对于楞严经啊这一段经文疏忽了啊，特别对我们这个启示呢，我们发现净土法门在楞严会上是两个特别法门，不是一个。以前我们都听说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是楞严会上的特别法门啊，为什么呢？太明显。普通法门是按照顺序排列的，特别法门是不按顺序的。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它是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是按照这个排列的。啊，后面是七大。啊，你看看，十八界加上七大二十五。啊，二十五位菩萨来做代表。啊，那么按顺序排列呢？观世音菩萨排在第二。啊，耳根圆通嘛，第一个是眼根嘛，第二个是耳根，排在第二，他排在最后。啊，像唱戏啊，摆在压轴戏，啊，最殊胜。这个很明显，一看就明白。啊，大势至菩萨排列。也没有按照顺序啊，但是他调整的很微妙，不容易看出来。大势至菩萨排列是在七大里面，七大是地水火
风空见实。啊，大势至菩萨是见大，弥勒菩萨是实大。啊，所以排安排的顺序，观世音应该是23，弥勒菩萨24，这就是顺序了。可是他两个颠倒了。啊，弥勒菩萨排在23，观音菩萨排在24。这个调整是很微，一般不容易看到。观音菩萨从第二调到最后，这个太明显了。两个特别法门呢。啊，这是印祖把它念出来，放在这个净土四经的后面，我们就特别去留意这一章。这一章特别在哪里？在发现的时候，哎，它也是特别法门啊，两个特别法门。念佛法门是变法界虚空界的第一法门，它是普遍契机啊，普其群机啊，是对法界虚空界来说。观音菩萨耳根法门专门对娑婆世界来讲的，范围很小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耳比眼聪明，眼看不清楚，耳听得清楚，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我们的听超过我们的见啊，看不清楚会听得清楚啊，所以这是我们发现到了这个大势至圆通章不可思议啊，走遍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得利益，这还得了吗？啊，所以圆通章是净土宗的心经啊，确确实实超过了般若心经啊，只有244个字啊，比心经还少，心经260个字。这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菩萨这些设施都是带众生受苦的，我们要能体会到啊，这才真正会感恩戴德啊，才会认真的学习啊。他们来给我们示现不容易，我们得到不容易，那就要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不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不起佛菩萨啊，对不起这些祖师大德啊，那我们求生净土这个愿就真实了啊，认真的就干，放下啊，身心世界都不要放在心上，彻底放下，念念为正法救助，念念为苦难众生，我们功德就圆满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